暴龙终于来到地球了，带来了神秘友好的恐龙朋友。当然，也有调皮捣蛋的恐龙，让小镇陷入了混乱。紧急情况，光暴龙警察队出动！让我们一起来帮助恐龙邻居吧！光暴龙出动！好无聊，这里一个好玩的东西都没有啊。我滑板车真好玩。滑板车，小朋友看起来玩得挺开心，到底有多好玩呢？今天难得的平静啊。韦斯，大事不好了。左，出什么事了？霸王龙有危险，快出动吧。知道了，我马上出动。你用铁钩从后面拉住巴士，交给我吧。嘿，乐平，斯东，就是现在，收到了。超级引擎。活下来了，大家都没事吧？大家被吓到了吧？啊，我们都没事。没事，真的对不起大家。啊，滑板车？我看小朋友们气得那么开心，我就也想试试看。就算是那样，你也不能将居民们坐的巴士当成滑板车骑啊，而且车道上那么多车，你刚刚多危险啊。是啊，我刚刚都操控不了巴士，车道上那么多车我也好害怕。别伤心，
我有办法让你安全又有趣的玩滑板车。哎，这真的是给我的吗？真的呀，现在你可以在这儿尽情的骑了。韦斯，谢谢你，我会好好骑的。呀吼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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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